李玉芬被曝天补夫妻宫，专注柯震东。刚传和柯震东复合的李玉芬，难道是靠这招留住情郎？有读者爆料，他在太阳穴上打玻尿酸，一来修饰脸型，二来太阳穴在面相学，又称夫妻宫。夫妻宫若是凹陷，感情容易不顺。这就来对比一下，阿混好像整的不止夫妻宫呢。再见就笑，要再见，自卑留给昨天。你大牙十八变，看我七十二变。哦，阿娘喂，这两人真的是同个人吗？这个跳是有原因，我们真的每天妆法要三个小时。李玉芬自出道以来，整形传闻从未间断。出道前的她担任平面 model， 当时圆脸、塌鼻、牙齿不平整，后来不知道在哪被打了。看我漂漂拳！整个人脱胎换骨，有着精致到不行的脸庞，比小众 magic 魔术还要 magic。对于将夫妻宫补好补满的整形传闻，李玉芬透过经纪人回应：“这不是事实。”娱乐动新闻，假的，假的报道。